麻辣米线，今天做了一份麻辣米线，放上喜欢的配菜，真的超满足。做法也很简单，先把干米线放碗里，加热水浸泡3小时。接着准备好喜欢的配菜，热油放葱蒜末，加一勺腌酸菜，一勺郫县豆瓣酱，翻炒均匀，加入适量的清水，生抽3勺，醋3勺，蚝油1勺，半勺盐，胡椒粉1勺，搅拌均匀，放入泡好的米线，盖盖子煮至沸腾，依次放入配菜，金针菇、木耳丝，超多的配菜比外面吃还划算，午餐肉、虾、青菜，最后加一勺麻油，撒上葱花咕嘟咕嘟煮沸即可，麻辣过瘾，吃着特别香。